哎，怎么没有生怪了？感谢捷云的，我想点歌，叮当我爱他，假赛啦，白痴哦、喔，不唱，不唱，我坚持不唱。显示设定，然后这样打开，完成，继续游戏，怪就出来喽。哎呦！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是吗？是这一首吧？我的心，左挖沟绝不肯忘。那么这样子呢？不行。我不会屈服于金钱的淫威之下，没有用。我不会屈服金钱的淫威，除非只有一个情况下我才会屈服，就是我在好乐迪唱歌开台，因为那时候他们跟我讲说去好乐迪赚钱啊，怎么赚钱？开直播啊，我哈。真的好爽啊！少了一个横扫之刃呐、啊，没有横扫之刃。没有，我刚不是唱副歌啊？我是问你是不是那一首歌吼？显示设定，视野距离二，完成。哦，又要附魔横扫之刃。好像和嫂子好像有差没差都一样哦。话说回来，那个条，下午我们在测试，是因为说那个你视野距离调近之后，就是你在远方的怪物就是都看不，就是会消失啊。我原本不相信，我想说，我玩到现在怎么可能会有发生这种事情？就还真的有欸，真的发生了欸。我马上打我自己的脸欸，超好笑的。来咬我，咬我，来咬。不是重点是小史莱姆又没伤害，有伤害尖刺就一次咬死他们了。还在觉得小史莱姆前期如果有伤害的话，对新手来说太恐怖了。那烈焰神算什么啊？几只特星？又不是我射你的，又不是我烧你的，你打我干嘛？所以我们下午是这样子玩的，选项，显示设定，调到4就好了，这样子，在玩恐怖游戏，然后随时都会蹦一只怪出来，这样子。打完这边又升怪了，麻烦死了。
还是要找很少之刃来用欸。那我知道我最后一个那个要找很少之刃了，哇！然后这时候楼上很恐怖哦。 我会听马来文吗？不会耶。好啦，下午就是这么刺激的一个实况，一直在狂砍怪。 我先转台到跑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他们开什么、啊？等下去关心一下好了。好，躲起来休息一下。放这里。天哪、啊，近死扔掉。 这里，丢掉。中间是什么在吸引猪人？海龟蛋，海龟蛋哦。
这样子，我看到海龟蛋。那你要吸引它，你头上要有2格空气方块，它们才会过去吸引。哦，安静了，安静了。好，铁针，然后我的尖刺，哎，要22等吧，我记得。没有，他们不是想吃蛋，他们是想踩蛋，他们只想踩而已。哇，这些都扔掉。极致克星很少之刃，哇，带走带走。啊，我还是做个投掷器，把这个狼往上扔好了。哎咻！好了，20等。问一下哦，他们看完电影想要点彩蛋，好笑吗？帽子。好了，全套尖刺，再下去一趟。我要用发射器，然后把它们全部丢上来。蚊子，蚊子。金可以换绿宝石啊，那个什么，神职人员。哇。很少这种也是很重要的呢。小鸡，烤鱼吃完了。OK，看一下哦。喂，不该与不该。看，只要让他们喊不出救命，其实一刀就可以了。其实可以普攻打。啊，完了！
还好没有其他猪人，没事。鸡腿扔掉。好啦，再来玩一下，我们就看怎样吧。外观设定不是显示设定，感觉只要喝抗火药水就够了。回去多酿一点抗火药水，那其实就无敌了。看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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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黑，好黑，好黑。哎呦，在这里，两个交替用好了。第二个是横，第二个是锋利，第一个是五十颗星。确定不是玩 L4D2 吗？这样子怪的量，谁敲我？半半，这什么游戏啊？我看一下哦。还要我玩一款那个已经浓到很后期的东西嘞？应该是邀错人啦、啊。现在不能轻易按和平啊，和平我的僵尸会死光啊。换锋利，
如果它这么好升的话，我觉得我只要盖一楼一层就好了哎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要回血，回血。2326没有啦，我等级已经付好了，所以我现在没有附魔了。哦，会烧了，会烧了！我把视野打开了。呼呼呼呼！等一下。三颗头。哇哦！